偷偷给媳妇儿买个钻戒，准备给她个惊喜。媳妇儿，忙着呢。啊。晕的，小时候晕了一晚上了。我刚开始晕。晕的溜滑了呀。穿的也不能皱皱巴巴的，一洗就皱巴了。看你这么辛苦，天天的，我准备给今晚上给你个惊喜。小惊喜。你猜一猜吧。你能有什么惊喜？ 你最大的惊喜是个啥？我都忘了。你是猴年马月给我弄的惊喜，我都不记得了。这个惊喜是你梦寐以求的，你之前大房子不是大房子，那是啥惊喜啊？你除了大房子没别的吗？没有。刚结婚的时候，你想想，你刚结婚的时候一直想要的一个东西，没给你买当时。钻戒呀。答对了。 钻戒不能应该是结婚，是你没跟我求婚，好吧？你这辈子，哎呀，结了一次，结过一次婚，连个婚都没求过，钻戒长啥样我都不知道。那今晚上就求下婚啊？求婚？求什么了？结都结了，还再求一遍？啊，不换个人求求倒是行。去。我看看，你真买了假的？等着。啊，来吧。你就看看真有吗？不要激动啊！你不要激动，你看了之后，你别。你滚吧，你快点的。平静一下啊，等等，平静一下啊，我先看看啊。嗯，看吧。你扯呢，一看就是假的，这么大。怎么假的？我给你买的。对啊。包装看着还挺上档次的。喜欢吗？重点是这么大个钻戒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啊？你说你喜欢吗？是真的吗？ 你喜不喜欢？钻戒能用牙咬一咬吧？你有？<笑>我知道黄金用牙咬一咬，钻戒怎么鉴定呀？我也不认识它，它认识我，我不认识它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妈呀！我同学那么小一个钻就好几千块钱，你这个这么大，你得多少钱啊？28000。开什么国际玩笑？真的？拿假的骗我的？真的28000，媳妇儿。 哪来的钱？你喜欢你带着是吧？你管哪的钱了？真的的话，你哪来的钱？你甭管这些了，你带着你喜不喜欢？那我不要，那还给你，还给你。啊？到底是哪来的钱？你慢点，我说了你别生气啊。你这么多年攒的私房钱？不是，那个抽屉里，你不是攒那钱不要存起来吗？我想你存起来，现在不如直接去给买个你喜欢的，存起来没用，放那里。哎，媳妇儿。 行，不，这个你不是一直想要的吗？我想要的多了，我还想要大房子呢。不，你干嘛？攒钱换房子，谁让你买这个的？人家不退了，怎么可能不退？从哪买的？从商场买的。商场买的都能退。不退，赚钱，人家不退了。你干嘛？我攒钱换房子，你买这个干什么？能当饭吃？啊？你喜欢就行。哎，不知道的这么穷。 穷买这么大个钻戒，一看就是假的，不知道还扔以为你戴个假的，抓紧去把钱给我换回来。快点啊！你喜欢吧？我不喜欢了。拿着我的钱买的，我不喜欢，我要钱，我要钱换大房子的，我好不容易，我攒着钱，我这要存的，谁让你买的？快点！什么时候把这？我这是弥补结婚当时没钱没给你买，现在给你补上了。我差那个戒指。 我不想要，我不喜欢要这么贵的戒指，我戴在手上我都怕人把我手给我割掉了。你干嘛？把钱给我换回来。你干嘛？现在就是现在。